1943年，一群匪军受命清扫战场，发现呀，有一个人还活着，但是并没有举报，反而让他别动，随后便走了。这是为何啊？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给我一圈三连。革命年代，有爱国志士挺身而出，也有一些人啊，毫无家国大义，为敌人卖命。但是这些人中呢，也会有一些啊，被逼无奈之人。秦光于1930年加入红军，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。1943年的时候啊，敌后抗战形势日益复杂，秦光所在的队伍在一个村子里开展工作的时候啊，不幸被汉奸发现了踪迹，报告给了日军。日军得到消息后，立即就派兵前来抓捕。此时的秦光正在回村的路上，当看到日军队伍往村子里去的时候啊，便感觉大事不妙。然而啊，还是来不及了，战争已经打响，秦光等人呢，只好在日军后方干扰，为村子里的部队转移拖移时间。那日军的攻势异常猛烈，秦光等人啊，边打边退，最后为了掩护秦光撤退，剩下的人带着炸药跟了上去，和日军呀，同归于尽。而秦光呢，也被波及，导致重伤昏迷。日军见没了声音，便不再开枪，派伪军啊前去查看情况，清扫物资。伪军中的一个人啊，就发现了还有意识的秦光，但他呀并没有声张，反而是告诉秦光他们待会儿就走了，过会儿啊会有人来救他的。果然伪军走后不久，就有几个老百姓过来救走了秦光。对于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啊，我们绝不能姑息和容忍，但是伪军中仍有心怀善良、有民族大义之人，特殊情况之下是可以被宽恕和谅解的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我们下期见。